下面第三个问题呢，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论坛网友可能是在帖子中提到的比较具体，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老房子，它是一个老房子，房高呢2.6米，想做地暖，但据说要加高6至8厘米。如果加高呢，那房间就矮了。那我想把地面铲下去，可以铲除吗？这块的地面铲除涉及到几种情况，一种就是说，除非它这种，它铲除这一层是本身自己后找平的这一层，那你是可以铲的。如果本身建筑这一层，那你肯定是不可以铲的，因为它第一它底下有管道，对吧？涉及到管道以后，还有说咱们本身盖的楼板它有钢筋的，你这铲除了，你把钢筋全露出来的话，是吧？这对楼板是损坏特别大的，你不但是损坏到你们家，损坏到楼下这一家去了。这块咱们也有那个照片，咱可以看一下。实际上这块来说啊，就是。老楼预制板这一块的，预制板的这块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说呢，还是建拆议不了了，还是别地拆。面别铲。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呢，就是说6到8公分，对是吧？对对对。实际上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尺寸了，通常呢应该在8个以上，对，就是说涉及这到块找平什么东西就是。才能够保证一个地暖的这个正常的一个高度。拆呢，它就是说。老楼这块，新楼这块呢，它有一个一般有四五厘米的吧，找平层，找平层这一块呢，当然可以拆，但是拆你要注意，也要注意，这个就是那刚才说这有一张图片，咱们很清楚的就看着，其实这张图片呢，做这工程的，应该说在北京也是。也是有名望的一个公大司公了，司了，也是一大公司。他在拆这地面的时候，楼上嘛，这是楼下的一家的照片。他在做这地面的时候，用那个风镐劲儿很大，就咱们马路上拆马路那个，拆马路那个，咚咚咚咚，这个速度快啊，大家很痛快。那个拆的，说实话，一天能够搞定。哎，这点事儿，但是他对于结构破坏这块破坏非常大，因为它非常严重。特别大，您可能能看见这张图就能看出来。楼板已经说对成酥状了，咱们现在能看见几个点，我估计再打打就可以单封煤去烧了。北京不是烧煤，煤也贵，所以咱就可以拿这块。你看这块是封状，这块呢也都是龟裂了，整个全裂了，全是龟裂。所以说这种东西，这种在拆的时候，我建议呢说，这种东西能拆，那拆的时候呢。小心点，别用太强力的工具来做这件事情。毕竟咱们是专用房子，不是拆马路，也不是拆着房子去。对，所以说咱我觉得就是说，一个建议是找专业的公司去拆除。现在有专业的拆除公司去做这一块。